你们其实也不用在这边，不用转移阵地嘛，反正你们继续在你那边聊啊。靠腰喔，一把了，刚刚跟你们讲话讲那么久，一把都没有。你给我过来。好，看来离关台指日可待啦，各位。准备关台咯。待会要上班，好哦，好哦。早上好啊。哎、欸，你这边 ID 跟 DC ID 完全不一样啊！没有啦，主要早上剪完片，看到菜，哎、欸，剪片的时候看到菜在那边一大堆人在聊天，然后那边留个言，然后跟我讲说，你进来就送你显卡，感谢玲玲的会员。哎、欸，不要刷超过四个啦！你们他妈的真的是很北七耶、欸！感谢阿硕的超级留言，不要刷超过三个一样的东西。你们这个真的很烦，我截到菜渣面你们看。为什么不能洗超过三个？就是因为这样，懂吗？我们要从后面要解开你们的对话，因为系统会判定你们说这个是洗衣板。懂吗？请靠腰啊，不要再洗超过三个 W 啦，从后台打开它啦。感谢章鱼烧的追随。还有人在那边跟我讲说，难怪繁星这么穷，八个月不开台了。八个月，他说退区啊，我说我已经没有在退区开台咯。Hello Hello， 你们在菜渣那边主要是 Twitch 还是 YT 啊？隔壁的，哦对，玲玲，如果你要进 DC 或赖群的话，要截取订阅证明到粉丝团哦，会有小帮手帮你拉进来。你马上抖内啊？不是啊。那你距离中我显卡的钱还差34000多，加油！你说养乐多就讲了嘛，养乐多我自己买就好了啊，就跟同一布丁一样啊。嗯，哎呀亮，垫子不要潜水了啦！我这边原本是兔兔的翅膀啊，啊，难过啊，每次都在这边挂很久，还是养乐多，没有养乐多啦。哎，燕子不要刷爱心，让我看你是谁。虽然你都说长期潜水。一大早就这样，肚子好痛，为什么？你是太在那边是不是？前锋安安，真的要吃也是吃味全布丁好不好？他是谷歌，你说那个青柚看假吗？可是波西自己不讲，我根本不知道你过三十，我过三十啦。你刚刚有在语音？不是，我哪会认识你们隔壁那群人啊？好，你们隔壁已经造成群聚了，好吗？看一下几个了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变那么少了、哦，我离开吗？看看哦，敢骗人！刚说要给我刷爱心的骗子，我豆腐有没有在主世界啊？在哪里耶？只看刷怪应该是挂在家里吧，这个刷怪量应该要么是家里真的擦得很亮，才有办法这样。阿威亚班在支援，你帮燕子刷，我要ban掉你哦，不能超过三个，听不懂吗？东西，当鱼烧当我塑胶，哎呦，荧光墨鱼沉思，又有沉思 F， 攻击他，咬他，攻击他。所以其实我这边其实这一块水要填起来，不然下面会生那个沉思。搞不好我有三叉戟沉思生在下面没有打到，哎呀。对呀、啊，说语音啊，不是你们语音就不要在这边讲哦。你们可以开麦好吗？你们自己在 DC 里面。燕子说他害羞，有啊，我看到啊。其实我是开着你们泰扎那边 DC 在开台、欸。那讲讲他也蛮辛辣的。哎、欸，不对啊！阿硕怎么不在通话里面了？你刚不是问我转移阵地吗？对啊，啊，我是说，那、啊、你们可是有些人不是用开麦讲话吗？有些用打字，我想说你们就来这边听就好了啊！你们继续在机器里面打字啊，还是没办法这样，就是。就是 DC 缩到背后，然后不 YT 缩到背景后面，不能这样子。那这样子通通给我去开电脑。哎、欸，好，好。哎呦，牛，再牛。你们猫在过来不啦？可是你有看我们打字？有啊，我有看啊。现在不是谷歌打惊叹号问号吗？感谢阿硕的新会员啊！你不是在那边跟我哭没钱，都是骗人的。你其实有钱买显卡，不买给我吧？有看就说，跟你讲说有看了。我不要，是不是？不是你要就一次给大笔的，懂吗？我要，我当然要啊！我要的，我当然是要显卡、啊，对不对？好吧，退了哦。好，拜拜。感谢你成为一日会员，你是我开台有史以来成为第一个一日会员的人，感谢你。我们大家祝福他。被靠背咯，还没的建筑，真的不知道是谁盖的哎、欸。原本这边是我的预定地哎、欸。安安，七夕全家安，因为没有情人。Hello Hello， 你快笑烂，为什么？你的内裤，你的内裤要去问菜渣。晚点跟您他说，内裤上的内裤可以卖到10000块钱哦。你早上你的会员在那边聊天聊到的，是会员啊，你的观众，这样跟他说，我说我们的显卡致富密码就靠他的内裤了。
嗨，韩文。Hello，Hello。改个标题。得得得得得。啊，属性。一杠三，陈晨。语音群超嗨，他没办法、啊。毕竟那边也不是我的群啊，我不能喧宾夺主吧，对吧？我知道，所以说我改说观众啊，讲错了嘛？因为我那边才是干爹群啊。情人节孤单刷三叉戟，一起来考、喔，我哪会孤单？我现在有96个人呢、欸。那我有你的会员，你有 DC 群吗？我有啊。啊，稍早我不是有说，我说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会有小帮手拉你进去哦。一起来考。啊，你不是要退了？繁星是刚睡醒还是没睡？你猜啊！你给你猜，让你猜。看来是没睡。我本来前阵子。睡得好好的，最近这几天情绪不稳，所以没办法躺着睡着。就这年头嘛，忧郁症一定大家都会挂在嘴边，都说啊我自己有忧郁症，然后常把忧郁症挂嘴上啊。可能就只是有些人心情不好，就是说我忧郁症犯了。哇，我其实也蛮佩服那些说自己有忧郁症，然后会po文的那些人，感觉腹肌快练到了。可是你要笑，要一直笑，你至少要笑超过30秒才有办法练到腹肌哦。要持续笑，不能中间有休息或什么的哦。然后你要持续笑笑，我看一下、喔、你要笑30秒，然后中间可能休息一分钟，然后这样子要笑大概4次，你今天的腹肌运动量就足够了，懂吗？然后所谓的一组跟每天做4组就是这个意思。你原本以为三叉戟很好掉，然后就看脸啦、啊。脸黑就好，脸黑就不好掉啊。啊，盖这个塔就只是增加几率啊，因为毕竟拿三叉戟的城市几率就很低了，那打三叉戟的几率又更低了，至少比升龙源快啦。我那时候运气好一点，十分钟打到两把。啊，差一点是一个小时才打一把，这个可以申请国赔吧？那么努力打，就还是不见。我打一个晚上了，没有，我晚上也没在干嘛，好不好？我想一下哦，我晚上也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4点多的时候开始剪片，然后才跟你们隔壁那些人在聊天啊，然后输出完影片之后。才开始剪片啊！你想有忧郁症？我想有忧郁症的东西，我有忧郁症啊，而且很严重哦。现在会讲话会怎样？那是因为就是怎么讲？就是低潮期又回来了，情绪管理不是。嗨，云月，啊，你今天没有开哦，我靠！
今天没有开吗？没有，因为有人跟我讲说他笑笑到腹肌练出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笑要持续笑30秒，然后每次都要笑个4次以上。你要关电脑，电脑好了，好，拜拜。礼拜六早上，我礼拜六早上休息。哦，所以是固定礼拜六了哦。因为你是不是昨天也没有开？哎，没有，昨天你有开，前天你没有开的，礼拜四你没开吗？因为昨天我睡到，我想一下哦，我是睡到下午3点，然后有看到你有开。我突然想休息，没事没事，感觉跟雪兔前阵子很像，哪件事情？哦，没事啊，谁都嘛有这种经历过的事情啊，也不是说谁跟谁很像啊，哪个创作者没有啊？会担心有的没的啊，而且最常发生就是画家身上吧，一些创作。就是画家、创作者那些最容易发生，想象力越丰富的越容易得到。哎，低潮期是什么鬼？你就低潮容量爆炸了啊，对不对？小飞象安安，哎，不是拿三叉戟怎么不见了？哎，阿 Boki， 阿 Boki， 哦，你多王嘞！创作者都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对啊，而且我这个是高中时期就得到的。能这样讲话已经是了不起的好吗？我真的得到会很不想说话。像其实最近我没有在 Amigo 群，就是因为我主要那个我的低潮期又来，啊，就是只是会想听声音，可是你们都在打 A 配啊，我又听不懂，我就想说就也没有进去了。燕子讲话了吗？燕子来了，谁？我看到了。你换账号，你敢不敢拿你原本账号来？对吧？主要是我应该有半个月没去啊 ，Migo 去，我就只有轻松高效或偶尔可能问问说，等一下你们要玩什么？那时候，对吧？请问这是什么时候开台时间？健康的开台时间啊？对啊，没事，可是没事啦，就。就只是怎么讲，就很怕说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就是只是在怎么淡出你们那边？我没有啦，我只是最近人比较怪怪的，对吧？哎，有啊，我真的载下来了，但是我发现我好像电脑跑不动哦。我的电脑是1010，哎，那天说1060吧，因为我就想说奇怪，卡德加的部落，我的电脑都跑不动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种平面游戏，我的电脑竟然跑不动。然后前天去问跟观众一起聊之后才发现我的显卡好像真的要升级了，所以这几天在努力在看一些显卡。我也想好好玩啊，像其实僵尸那一款游戏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不妙了，电脑也开始啊，主要是那时候我也是玩13号星期五那种，就近两年的游戏，我开始发现跑不动。调低显示，我玩得动，我可以，但是 OBS 输出后的观众都会讲卡。对啊，因为最近玩了一些新游戏，
我最常听到的观众就是打卡卡卡卡卡。对啊。哪有等号啊？不懂。就那时候，有几次吧。哦，那时候也是因为，最主要是最早那台电脑是跟你们玩 GTA 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阵子时期，我不是说电脑超级卡，玩了 GTA 之后，然后才换了这台电脑，然后。后面忘了是玩什么游戏，就发隐隐约约发现好像电脑又能开始不行，好像去年吧，去年中的时候就发现电脑开始不行。那时候是因为我的那个输出影片从比如说要10分钟影片输出8分钟变成10分钟影片输出15分钟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它不行了。你主机版需不需要也要换啊？他就是在想啊，想说要就升级好一点。好啦，你包养我，养乐多跟布丁不够哦。我还在看那边呢、啊，我还在看呢、啊。燕子打笑大吓到叉滴滴滴嘛，对不对？所以有人是跟我讲说升级显卡就好，我说哈，可是主机版我想升级一下呢。主机版是不是稀草的东西啊？因为我其实都还没开始备份。小林早，感觉豆腐挂嘴，问一下，豆腐在家吗？因为豆腐他从三点就看到一个人在线上挂到现在，不知道他在不在。我刚刚已经给你培根蛋饼加大冰奶了，你是哪里的培根蛋饼加大冰奶？这个钱啊70块哎，好像是真的哎。培根蛋饼35-40，大冰奶20。你还要多给我10块钱车费哦，谢谢。换主机版最好是打 Windows。会最好 Windows 也要重关哦，这个我知道、啊。但就是我烦是烦在自己不太会用那个啊备，虽然他们讲备份很简单，那种东西丢一丢上传就好了。可是我哪知道丢什么东西，都全部丢上去，那要几小时啊？是不是用电脑做怪怪的事情？我跟你讲。你今天电脑就算用再久，它一定会中毒，就像人一样。你就算你没有出去，你正常吃东西什么鬼东西的，你还是会生病啊，懂吗？那、你生病，人家会说什么？你就是去看什么东西呀、什么之类的啊，才会生病啊。有这样讲合理吗？感觉备份就好久，就很久啊。哇，看来不妙，打到一个，然后还要再去附魔三次，还要附魔。哎呀，你不要跟我说你昨天都在看 P 站，我在看显卡啦，要看一些，因为我不是说我昨天睡到3点吗？你是人，嗨，感谢人的超级留言，还是说这是超级贴图啊？因为他不是有个超级贴图吗？其实我最近其实在努力换一些画风，最近其实手感有一点点好，
那时候有开始在尝试在练其他的骨架。新东西吗？酷，它就是贴贴图啊。我记得这阵子 YT 有一叫东西叫超级感谢，不是吗？但我不知道它功能是什么，因为我这边还没开放到。有啊，我跟隔壁的警告说，不要打超过三格啊。燕子应该没差，不行，现在有扳手在，燕子有差，好吗？燕子还是要乖，就算是妹子还是一样的，规矩就是规矩。我这边的扳手是一视同仁，就算我很白目，那边洗贴图也会干我说，啊，你在那边洗贴图是怎样？那开放委托吗？我真的还在想欸，可是最近水里就很忙啊，水里忙就没人帮我弄那叫什么？合约。说好的只爱你一个人的，你要跟阿硕说啊。我偏心，我心偏左边，怎样？你的心偏中间吗？你说。哦，超级感谢是影片呢啊、哦，对啦，他可以就是你花钱去看那个这个创作者的影片，是这样吗？我记得是这个吧。还有离线的影片可以抖呢，哦，太酷了吧！我还没有这个功能哎。你想找人画你的男神？你想找谁画我？你不要叫你画我，你不要委托我钱，然后叫我画我自己。嗨，风扬安，最近都在读书，直播都挂着。好，没关系，读书重要。啊，今天不是情人节，是小雨生日啊，对啊。大概黑糖嘛，黑糖我问他委托啊，他说最少要明年。明年中才有可能有，因为他也要赶那个，那个什么毕业什么东西的，好早开台哦、喔，因为睡不着。对嘛？你看人家燕子多乖，不会搞事，不会惹事。燕子也应该也知道小鱼多凶吧？不是多凶啊，就是多尽忠职守。其实他们当时啊，我在找管理员的时候，我也开始不，反而是不想找小鱼他们，因为啊，大家都出社会了，都开始陆续有自己的工作了，啊，时间也不够了，可是真的没办法才找小鱼他们，对吧？啊，后面是，我想一下哦，有一阵子是因为木瓜跟无名。很少在我的台之后，那时候老巨才成为管理员，然后成为一阵子之后，木瓜跟无名才啊，那时候是因为学校跟他那时候说的那个谁，无名吗？在开台，在玩 GTA 开台，所以没有空来帮我管。七夕家里拜织女，为什么要拜织女？繁星阿寿说他第一次看你的影片，没事啊，没事啊，啊，他就不是我的粉丝哦，懂吗？他就不是我的粉丝，你们就不要再逼他了，你们逼他他会受伤，我也会受伤，好吗？说燕子很乖，燕子很乖啊，反正就很乖啊。看，嗨，冰沙，好久不有啦，还是有见啊。比你们免费仔强，哇塞，好嘴哦，哇。来，那个小鱼为你介绍这个嘴巴很嘴的这个人。他跟阿杯是同等级的人。这边有开放抖内刷屏吗？可以啊，因为
因为你只要给我钱，其实小鱼都很开心，对吧、啊？他也是希望我赚大钱的一个管理，在光遇常见，对啊。哎、欸，我还以为沙滩上面可以挂到满呢，真是想太多了哎、欸。还是你只是问问而已，你又出一张嘴是不是？我打不到，来挂一下。我吃个大肠面线。问题是我不熟啊，阿杯能熟能乱刀，我知道啊。就是我说他的白目程度跟阿杯有得比。哎、欸，那个不要用我的 ID 跟头像呢，你那个会被 ban 掉哦。感谢奶绿的15块钱，只有1000个火族的样子，从零开始是可以拿到9根蜡烛哦，这样子哦，所以还要再捡11根蜡烛就对了。感谢奶绿的超级留言。等一下，这奶绿是隔壁在扎那个聊天室的奶绿吗？因为我看到聊天室有一个奶绿嘛。我不知道那繁星战战是不是在扎那边来的。他还是真的建议不要去盗图跟用 ID。就算你再怎么支持他，你用其实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们看了会很不开心。我们你看哦、喔，就是你们没有奶绿哦、喔，哦、喔、真的假的？那是谁的？我这边的吗？我不是说绿色头发那个奶绿啦，因为我忘记在哪边有看到奶绿，还是我这边的？哎、欸，不对，诺英那边吗？好像诺英那边的呢。啊啊啊！想起来，达达那边的对不对？啊，雪兔白痴哦、喔。有啦，我最近在看乱看台。对啦，还是他猜错你会难过。哎呀呗，请问台主三叉戟会打到几点？我不知道哎、欸，顺利一点，可能等一下推一刀就一个啦。感谢奶绿。哦，对啊，那我没有记错嘛，因为我记得我都有看到叫奶绿的，干什么？好，我会努力记得。很久了没有人拿来磨刀，是不是？安安，好早开台，安安，嗨，隔壁樱花的。樱花的朋友们，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我开到11点多，然后等 Ben 出到那个嘛出配信，然后就转过去这样子。但是想想我好像有点在找死，因为如果开到明天的话，我可能就超过了19个小时没睡，还是20个小时没睡，反正我昨天3点起。哦，超过20小时了，你会不会热暑啊？会啊，已经35度了哎、欸。热爱35度的你，你今天还没睡哦？还没啊，早上在剪影片。哎、欸，小可爱，我觉得他会射啊。哎、欸，我会，没掉。冷气吹下去，我家没我家电脑这边没有冷气啊。早餐台，安安。
要不要给你们隔壁的看我前几天家里的温度啊？哦，就在昨天的温度哎，这是昨天的温度，这个是早上十一点的温，哎，不是，昨天几点的啊？哎，不是，这前天早上十点的温度。那时候我贴在 OBS 上给大家看啊，因为都觉得说是我温度计坏掉，不可能那么高温啊，对，我就很难解释啊。有开电风扇吗？有啊，我总共开了三个电风扇，一个是把外面的风抽进来，一个是把里面的风抽出去，一个是对着我自己。自己出现的时间点不太妙，对不对？不会中暑吗？会啊，所以我平均一个礼拜中暑一到两次啊。所以我就说我都常常是用生命在开台啊。我之前有露过脸吗？有啊，你打繁星露脸就一大堆了啊。当时听到怎么可能活得下去？不是啊，我就一个血淋淋的证据在你们面前的啊。有在灌水吗？你是说灌什么？观众人数吗？还是你是说喝水的部分？我就跟你讲哦，对，那种从冰箱拿出来的水，你放到楼上，十分钟就变温咯。小，把这打开好了。感谢谁？感谢玲玲的超级礼，刚刚说好的抖内，刚刚不是说订阅而已吗？没有说抖内吧？没有啊，真的要你们养不起啦。我也只是讲而已啊，感谢抖内哦。我要干嘛？只要觉得好玩，基本上就算再累，没有不行，真的再好玩的东西，你乐到后面你会整个没耐心，根本没有办法说因为好玩就可以一直玩下去，这是不可能。那是因为你没有真的被乐过。出来，给我出来！嗨，哦，白痴。然后昨天无聊画了这个很好笑的东西。啊，排序方式。因为他们好像昨天是在，等下，他歪了，对不起，我的坐姿歪的，同志位。那昨天在乱画那些一万订阅的贺图，看到这一张，我觉得好可爱哦，再跟着画一下。那就老居更屌，你知道吗？老居在浪费才能呢。他真的弄到这个，我觉得干太屌了吧！这是鬼耶，他超强的耶，他耳朵还会动，翅膀还会动。燕子要说什么？燕子你说啊。超强的啊！不是说，因为那时候老居士跟我说，看一下，因为老居那时候跟我说，他有个想法，他想要来弄看。我说好啊，图借你载。然后他载完之后，
你不想被砍，要砍什么？对吧、啊？我就想说，他要干嘛？要不要第二张图什么？我没有，结果画完之后变这样，他脚动都不动会飞、欸，哪像我，我是只在那边走路的、欸。等一下，的电脑，可是老巨很强，毕竟他就真的很强。像我就只能画这种普普的，有时候觉得说，是真的要好好出去练，就是有又很怕像，应该不会再找巨匠那种东西了吧？因为很气耶，之前去巨匠，结果教我画画的画的比我还差。啊，这是打打鸟球，有啊，至少有点庆幸，说自己是会画图。我画的超可爱，可是我还是会希望说，我自己的画风不要都只有可爱啊，因为。怎么讲？你要知道，就是，你都只吃像麦当劳好了，好啦，就算那个薯条好吃，我自己也真的吃过啊。我吃一个礼拜的时候，薯条就开始有点觉得腻了。我以为我对薯条的爱是可以一直吃下去的，直到我每次买大薯的时候，买了第七天，我就觉得，哦，好想吃别的哦。我是可以再继续吃下去，就只是觉得说。开始会开始腻了，就像画图一样啊，啊，可爱如果是半糖的话，这样比喻也不对。觉得，你今天来做一道菜，你甜的、咸的那些也当然说希望会做啊。你都只做甜点的话，吃久了还是会很腻啊，还说是会想吃一些咸食之类的啊。为什么想吃一个礼拜的薯条？因为那时候很想吃薯条啊。虽然我前阵子喝麦香奶茶，就整整喝了一箱，也是喝了一个礼拜，我就觉得喝太快了，把麦香奶茶一个礼拜的量喝完。哦，薯条而已，对啊，麦香奶茶超级甜欸，它还不到，我现在这个年纪，自己感觉还不到超级甜，可是我就觉得麦香奶茶就是很好喝啊。反而是立顿奶茶，我开始觉得比较甜，麦香还好，但是麦香我只喝铝箔包的，我不喝宝特瓶，宝特瓶的麦香奶茶不是麦香奶茶，你们应该也有认同吧。没事啦，我们1000块的奶茶两个礼拜就喝完，哇，好爽哦、喔！哎、欸，你们几个人啊，怎么可以这样比？而且我那时候买的一箱麦香奶茶是300多块，哎、欸，就400多块了。我是买那个400多沫，就是现在超商一罐15块的铝箔包，所以那时候400块，而且有那么多人，大概两箱3箱吧，我觉得还可以啊。压大版的，对啊，可是它很腻，不会，它的话我就可以，哎、欸，可是要我喝一个礼拜多多绿我可以，主要是因为多多绿有甜又有酸，完了，不出三叉戟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打日马了、欸，哎。我就说打完一轮之后，我们回来看一看，收一收，然后再打下一轮，如何？四月安安，还有那位韩文安安，哦，只是我好像没办法看隔壁聊天。
哇，燕子连我手痛的事情都知道哎、欸。但我在讲他嘴巨匠，又我嘴啊？你嘴什么？你到第二次前什么道歉？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隔壁怎么了？好，你先回 DC。好，慢走，慢走，慢。在我台嘴我，给他嘴啊！因为我曾经也在我台上有教训过一个观众，教训他到跑到赖群跟我道歉。不是啊，就有时候你们一些做法，欸，怎么讲？开玩笑一到两次就好，一直开下去的话，反而会让人家很反感。就是有时候可能你要讲哦，你要想一下哦，咳咳，像这种公众那个公众人物，有时候你已经违规了，可是又看在怎么讲，又很心软，又不能说什么，欸。感觉就是在那个一些危险边缘，但是你又没有触法，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结果你们就一直在边缘那边跳舞、跑步什么之类的，嗨蓝蓝，然后导致说，像影月的台吧，有时候我就觉得，这观众好像违规了啊，怎么好像不ban掉他？然后就想完这件事情的时候，音乐就说：“那个你好像已经有点违规了哦。”从开始，哇，我误会了。没有啊，没怎样，没怎样。YT 能不能用 My 卡 ？YT My 卡吗？能吗？好像不行哎。到底有没有掠夺啊？有啊，还掠夺三呢。没有啊，就之前讲啊，我去巨匠那边，花了88800的课程，结果什么都没学到，就再也不去了。我都觉得我好盘，立刻白安安。因为那时候那个巨匠的老师主要是那个课程就是那时候里面的意思是说，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人里面这个老师教的这个班的课程是初段班，就是教那些不会画画的人去画，然后我就说啊，我当时就说我会画画啊，你怎么介绍我进来这边？然后等他离职之后，然后来跟我道歉说，因为毕竟他们要吃饭嘛，就是要业绩，就是要把人家骗进来。然后他那时候也是说他做了3个月，良心过不去之后离。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内容一直狂跟我道歉，他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很抱歉，很抱歉。哇，我要传讯息给蓝蓝。蓝蓝，你给我的那一罐是什么啊？是香精吗？那个是干嘛的？我一开始以为是法蜡。然后打开闻了一下，发现这好像不像法蜡的味道。哦，蜡烛哦，好吧，我应该也不会拿来点吧。
蜡烛这东西不是可以保存很久吗？啊，怎么就是没三叉戟的了？啊，怎么刚刚没有？现在也没有？哎呦嘞，不要欠嘴。我、哦、有，我、哦、要下来，我要讲一下哦，最好还是下来打，不然掉落物浮上去，你其实也看不太到。你说我想要啊，想要什么？你说蜡烛吗？啊，我想要啊，你也不用买给我啊，我只是想想而已啊。我家。那么一点点的蜡烛是有差是不是啊？你看哦，蜡烛点在这边，我站这么远，我是会被烤熟吗？不会啊。说说仔，我说说啊，我最会口是心非了呢。好，我们出去，搞不好蜡烛会自燃，不可能啦，没有任何理由让它自燃。会融化，白痴哦，那我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了。然后呢，我想说奇怪，我记得我最近没有买东西啊，然后去超商取货的时候，我差点眼泪掉下来。这是蓝蓝第一次寄东西给我，今天都是寄一大堆东西给他，怎么嘞？我寄什么给你？啊，对，其实你的那个手把不用还我啊，因为我最近 Switch 真的没有在碰。我想说，你比较在玩 Switch 的游戏，你应该才用得到啊。我就除了动身，我就是为了动身许愿才买连发手把啊。现在没有玩，我想说那就放你那没关系。你有点洁癖，靠腰哦。那你当时还跟我干一大堆，说要买二手的。也不是你跟我干要买二手，是我逼你买二手的。那你有想说要买什么的了吗？我觉得那个动森的连发真的很好看，那时候叫你买啊。要不要跟我通话、啊？要不要跟我通话啊？小林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喽。不对啊，前天才有听过，如果他在的话。而且我以为你要给我的滑鼠垫会是那种长方形，很长很长，跟地垫一样长的那种。不过你这个是两个滑鼠垫吧？一个是应该可以分开用，对不对？还是它就是两个放在一起用？你现在用笔垫哦，好吧。我觉得你那边不好放，不是啊，它可以放在那个啊，绘图板下面呢、啊。隔壁在聊骨折的事情。我其实如果手要骨折的话，我是希望我的右手骨折，这样就不用摸滑鼠了。人家会说至少左手骨，因为我之前是说要骨折也是左手骨折嘛，那至少右手还可以画画或摸滑鼠。啊，最近想想说啊，右手骨折好像比较好，因为如果你右手骨折的话，左手骨折的话，你还是可以玩麦块什么之类的嘛。人家说。没事啦，你还可以玩麦块啊什么之类的啊，就会逼你玩游戏还是说做事情啊。当你右手骨折的时候，你油门也不能吹了，对不对？
他要说我坏话，给他讲啊，让他讲啊，让他讲啊，让他造一点业障，你知道吗？做人呢，就是嘴巴不要太坏，有一点口德，懂吗？就是不要跟他计较什么，他越喜欢嘴你，就是越想要博取你的注意力。这种观众很多啊，对不对？那个嘴我的，不是啊，我跟你讲，你今天要来嘴我，你就不要怕别人把你卖了。就不要觉得很心虚，说哦，你为什么把我卖了之类的，你就不用怕啊，毕竟你都已经在嘴了，没理由人家不能卖你，不能嘴你，对吧？我也是很常跟我干爹这边互嘴啊，他们也很多不怕我的、啊，我觉得有时候开开心心闹一闹还好，啊，那也是面对面嘴，不像那个私下偷骂有没有？你就不要我等一下突然冲进语音里面，你就完蛋了。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干这种事情。他们有时候在那边嘴我的时候，就直接冲进语音里面，然后他们直接骂三字经哦、喔，阿聪你怎么会进来这边？我会嘴教主纯粹是口声就嘴出来了。没有啊，至少你是看你会打在聊天室啊，然后或是在通话的时候会面对面讲。没有、啊、这种嘴是这种嘴，我就觉得还好。谁啦？这怪有点少哎、欸，豆腐，你是挂在哪边？把他杀了，然后在他死掉的地方放箱子，然后哎、欸，死因，因为你。挂在线上不见了，所以为了我们的三叉把你杀了。我去找他好了啦，他这样子我刷怪真的有点难刷哎、欸，把他推到资源世界里面去，然后把他盖起来。我就觉得这很猛哎、欸，这个也是在我那时候在地狱在打凋零头的时候搞出来的、欸，点点很猛。哎、欸，有了！为什么是两个会飞的豆皮？啊，我的兔兔嘞？我怀疑有一个是我的，然后被命名，我不知道哎、欸。啊，我的兔兔的嘞，不见了。对啊，也没有啊。正在度过今夜，哎、欸，豆腐不在这哎、欸。哦，挂火药吗？你看一下好了，那怎么生怪这么差？就真的这么差吗？怎么了？他还在追我是不是？我要冲进去了哦，没 ID 啊。别人呢、啊？我的兔兔翅膀不见了！哇，
也太好看了吧！倒着飞、欸，最近猫为什么都倒着飞？喂，是不是打麻将啊？要不要打？小雨生日哦，好，可以把这关掉了。今天布国四五双，哎，今天布国四不飞出去吗？我昨天在看台吗？我还没睡啊。你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有人在追我。嗯，那就这样而已了。啊，没有沉思。哎、欸，你，没有了，没事了。你，来量体温，来量体温，好，确诊。8月21，繁星他庆生，我有知道啊，他有设那个不是吗？看一下21号我在干嘛。821，礼拜六我干嘛吗？好像没有呢。他庆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我搞不好，我不一定哎、欸。如果没人找我联动或什么的话，我应该就睡死，不然就休息吧。因为礼拜六，虽然礼拜六是很多观众的时间啦，因为大家休息放假什么，可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礼拜六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哎、欸，手上拿三叉戟的人士，照理说应该不会消失啊。手上拿东西，念卡片为主。那没我的事啊。有啊，这两天把昨天，哎、欸，昨天吗？啊，前天雪兔打日麻我在看，是那时候我那时候意思说什么过分看什么聊天室，那个是开玩笑的口气打的，我不晓得跟陪他打的那个人是误会我的意思。因为那时候雪兔其实每一局话都很多，直到他那个本来那个什么九种九牌的时候一出现，他就开始安安静静不讲话了，然后就回答说：“我跟你讲，我收到这种牌的时候，我也会心跳很快，然后就是不讲话，然后就是那个一个陪打忘记是谁。”他又说：“赶快把19牌打出去。”这样子。
什么及不在的实况组，请问先用欧付宝付款后就可以进群了？付款，是加会员，对吧、啊？那个不好意思，哎、欸，真的没有哎、欸，哎、欸，有确诊，确诊。我都想在那边召唤铁巨人那边打怪了，我铁巨人打死了没有经验吧？我记得。那位有僵尸猪啊，他后面很后悔说忘记关直播，怎么关直播？他怎么了？忘记说还在直播吗？没有啦，我应该要跟他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啦。因为毕竟我那时候也是跟很多人讲啊，很多人就说，在我打日麻的时候，为什么不怕被 Ghost 吗？阿伟常跟他们说，啊 Ghost 跟正厅一样啊，就靠自摸就好了啊。啊，他们顶多就是打他们不要的牌，我碰走啊，吃走啊。那 Ghost 就。摸进来啊！阿威很多精华都是讲完这句话马上就摸进来，对不对？哎，喊多久了啊？一个小时了哎、欸，这比上次没开台还惨呢、欸。上次我记得那时候是。懒懒跟老君密我的同时，我直接打了两个三叉戟。可以放篝火烧怪吗？不行，因为三叉戟一定要是靠玩家打的才。感谢冰封的新会员。那如果你要进 DC 赖群的话，就是截取那个。YT 后台的订阅证明，然后私讯到粉专，啊，我会请小帮手把你拉进去。家里温度来到了38度啦，我开始眼前出现幻觉了，不是因为太热，而是因为我没睡。那是不是要叫懒懒跟老橘同时命你了？没有用了吧？同一招对麦块是没有用的。游泳哦，哎，不是啊，是拿三叉戟的，真的太少了，比之前还少哎、欸，哎、欸，不是，我要改装，不是啊，是拿三叉戟掉的几率太小了嘞，这么早温度就飙到这么高了，真的啊，现在37、38在动，就你飞啊，我也不知道哎、欸。那我来打场日麻，来试试运气吧。那、这个打日麻就不会。没办法看隔壁的，啊，给他慢慢讲，我也没办法一直理他。你看，我不能因为一直理他，然后不是我一直要做的事情跟其他人聊天啊。こんにちは。今日もいいお天
板子太大了吧？这才是白板吧？我就是可能立直啊，铺牌之后再切回去玩。其实有想问你打不打？哦，你是说叠血吗？我叠血，我有看到你一直上线啊，可是我时间真的很忙。我最近时间超级少了，要么睡太多。看我击飞你，来来来来来，等你等你等你。题目要改吗？不用改啊。啊，我是，这时我是也在打，没错啊。你说要飞我的哦，没飞你要怎么办？感谢依宁的新会员，哎，不要的啦，不是新会员，对不起。感谢依宁的续订。你回来找我了，你干嘛？你干嘛？你回去 DC， 你回去 DC， 你回去 DC 用嘴巴讲话比较好。你去，你去，你乖，你听话。没飞就哭啊？那你要哭了吗？你这样就不知道你听什么了，我什么听什么，我想说我萤幕分享没有分享到，你这样就不知道你听什么，你在讲什么？主播都这样霸凌粉丝的，你才知道吗？我的聊天室都知道，欸，就只有你不知道吗？你可以问燕子啊，我都在欺负观众的呢。你是不是太慢知道这件事情了？哎呀，看来有人飞错人了。走到外面想买早餐，突然想到饮料店还没开。有点呢，大姐。不就知道你听什么牌了吗？所以我刚讲了啊，你刚是不是没在听？我靠自摸就好了啊。那个是有素质的观众，可能就是会关掉我的聊天室，会听着我的台打牌，用耳朵听这样。主播，请问是同，这是同一场吗？什么同一场？只有这一场吗？没有啊，三难客，欸，你的梦想勒，就尽量打嘛，打到三个三叉戟啊，因为现在还要等啊，
看状况啦，搞不好后面就放弃了，去睡觉了。哇！我们怎样打？不是啊，你做你的梦啊，我们打我们的牌啊，这不相干吧？看不懂日码，没事啦，这就只是个桌游而已。那他的比赛规则，你可以去找日码异种，或是牌型，牌型就是他的游戏规则。啊！你看菜渣的影片看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日麻是怎么玩？我要教学日麻吗？不可能啊！日麻也是要看慧根的呢，慧根不够，真的没办法。哇！那个阿贝，你的梦是没了。好啦，醒来喽，阿贝，醒来喽，小贝贝。今天确诊会卡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昨天没有打，目前还都是绿灯。啊？你吃啥？彤彤，你有意哦、喔，还是你手上三个洞？还是蜥蜴，等一下哦，东不可能了，蜥有可能，讲出来 是不好，不然就红中嘛，对不对，彤彤？没意，你是在怕啥？对面是拇指琴吗？谁？拇指琴？哦，封面是拇指琴吗？我封面是什么？一只泡鱼缸的兔子吗？浴缸啊？对啊，拇指琴。等一下啊、哦。你醒了 ，Hello， 哎呀，所以下家是彤彤，是啊。我原本也记不住大 ID 啊，是他是上次不是跟诺英打过一次，我是拼命的把他的 ID 记起来的。好啦，送出去吧，拜拜。
没人发现你的样子，我有发现啊。有有有有哎，三叉戟，打到一个了。等一下，我没有开画面打，你们会觉得不算啊。又一个了，又一个了。说什么？炮主播作弊，怎么可能打得到？我不算啊，屁啦，算一下啦。我现在有几只三叉戟想冲过去打。我没看我。要不然就这样子啦，我们换这个画面，用这个画面打日嘛。这么早起？对啊，没有睡，都早了吧？哦，所以不是彤彤力。我看到了，看都进不到呢。看，回到2500了。等等，房号一样吗？理论上一样啦。理论上啦。嗨，菜鸟安安。来吧。No。好像有三叉戟了欸。我为啥一二三四五六？什么东西？为啥一二三四五要拆啊？我不拆没意义啊。这不是台马呢，啊，你不是说不懂？这个不是台马呢。
对啊，我是要做三色同顺啊，那至少还有E啊。哎、欸，有人上来 ，Hello， 嗨嗨。对耶，这样子我还听一张这个哎，对啊，这个没了啊。四个，没有我要碰啊，这样啊。哎呦！不信，好一，哎呦，不可能啦！你要骂嘞？等一下哦，都打出来了。可能真的有机会摸到欸，绿色就这样子没了，看看牌哈，哦他也没有要，所以真的有机会耶。哎，绿色没啦，绿色拜拜。他不是要飞我，讲那么大声。我、啊、看很快呢，好、啊、等我一下哦，我来搜刮一下。啊，他从刚刚摆平，哦呦，哦没有，很正常，很正常。
不是要飞我，他不是要飞我，他不是要飞我，他不是要飞我，这个，这个咯，这个，他是飞我，感谢微微的超级留言，哎，三把了，三把了，三把了。有一把是这一把吧，刚刚没哎、欸，这把是对，没开台打到的，好不好？再来啊，第四把，来啊来啊来啊！魔力不是魔力，游戏，走喽！关台啦，关台什么没有啦？因为刚刚懒懒不是说不算。打出两把没有啦，有一把是那个刚刚在打日麻时候打的，另外一把是结束后打的。算了算了，你打二十把吧。哎、欸，我真的应该加起来有打超过二十把了哦、喔。我曾经。有一盒戒符盒里面有装了九把，然后我那时候喷掉了嘛，只在地狱喷掉了，那再贡献了六把出去，自己本身哦不对，九把再加自己本身两把，十一把，然后十一把我贡献了，等一下啊，九把。然后现在贡献了六把出去，然后三把不见了，所以是十五把，再加上身上两把，十五、十六、十七，然后再加上三把，二十。我会烧死，不会烧死啊，闷死而已啊。所以直播到几点？不好说哎、欸，靠腰啊。我要自摸了吗？一封打出去你就回来。点合，然后来吧。啊，对，有人了，不能打了，这没办法了哎、欸。哇，问一下他在干嘛？你在做啥呢？不好意思，自摸啦。嗯，没办法打了欸，有玩家在了。真的自摸就好，不是，我靠。次月你杀人哦、喔、你就烟火跟红机关好，反正三他也打到了，
大三元算什么？要加自一色啊！你连都回来吗？信你连都回来吗？没有，至少没人飞啊！东一局飞那才恐怖啊！就是修罗场的魅力。啊，好。不及防了，来去，好啊，欸，他现在测试版的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还可以玩下去吗？还有继续玩下去的价值啊？我是想问这个，能吧？能什么？我是说叠血呢。哦，然后白色，你说连回去哦？死了啦！敬你不用连了，结束了。他不给人玩，感谢赤月啦，感谢露，还有感谢信啊，感谢感谢。来，我们下一局。还有，有隔壁台的跟这一台的哦。那个心灵，那个再点一次哦。如果你点开始的话。哦，又有三叉戟，又有三叉戟。哦，好了吗？就刷点数买卡片，让状态更好吧。哦，所以刷点数是买卡片用的，我以为卡片是要后面的章节解锁才要用得到的。可是这样子，那样子，我要讲什么？那这样子封，它只是封测嘛？啊，如果正式来的话，还有的还会存着吗？这样还会存着吗？就不知道，对不对？听起来是可爱的女生，谁可爱女生？哦，你是说会拿扳手敲人的那个吗？应该吧，我看过她本人。早安。然后他早点糊的话，我就可以早点摸到了。感谢你。哇，我筒子都可以清一色了吧？
三面之前有想挑战啊，算了吧，差两张。找你啊，不对哦，这张怎么没有出现？对啊，三张了啊，没事啦，就算了啦。哦，我找到红中在哪里，在我这儿。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没有一条，没有一条。该不会是最后一个吧？我的天！嗯，不对不对，该丢这两张。啊哭啊！八公安安，八公，你什么时候要吃乌马？八公已经吃过了，我知道啊。什么时候要请我吃乌马？什么时候要请我跟诺英吃乌马？这样可以吗？你去改岛了，好，拜拜。我其实要撑到十二点呢，因为我的设计师，我前天不是剪头发吗？就他们说，他说满了，蛋，小鸟，你少一个请，有吗？哦，什么时候吃乌马？哦哦哦，我的错嘛！什么是我们？我们就是复数啊，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啊。我们的樱花树精灵，没有他也不会有现在的罢工。这样讲对吗？这样讲好像也是对的呢。我的课子太多，哎、欸，不不不，我的盐太多了。诺英啊，因为那时候就是说要请诺英吃啊，然后就顺便问到我啊，我说我可以啊。其实打哪个都一样吧。像刚刚的566跟223，你们会选择打哪打掉哪一招？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他只是说看前后排哪个剩比较多吧，是吗？打223的是吗？
所以应该是打掉二条其实是比较好的，对不对？留前后嘛。一条啊，对呢，对哦，一条。我现在是真的画面感觉微醺，我不是微醺啊，就是在晃，怕等一下骑车的路上是大马路。如果大概三天没开台的话，你们就知道我应该是，应该是睡死。没事没事，75506缺一个，场外75506，不知道为什么跟诺英打牌，我的手气就很好，但他的手气又比我更好。就他那天开台，我这是把把胡那个，把把都是一万分以上。你这状态可以骑车吗？其实可以耶，要不要用牵车的嘛？来这种牌，只是我现在在斗鸡眼儿。我跟老君那场才 BOSS 第一把，每一个都先虎爆我。你说那天半夜有老君在的那一场吗？那天也是刚好在报名的时候，老君打，他会邀到老君。要打掉哭啊，哭啊，没啊，晚上了吗？不要，打不到了吧，看一下哦，太阳出来，月亮下山，我哪天要学他们，就是换画面来个过场动画。老居怎么了？他坏坏。
突然好混乱啊，没事。人嘛，总是会讲些不该说的话。他就像 Bobo 说的，讲了13种脏话里面的其中一种。他可能打个繁星好帅之类就被 ban 了，对不对？不是 ban 啊，一部的社群特殊调查。今天是一部日吗 ？Hello， 我一部的社群日。他小，这样子是不是叫我今天又不要睡觉了？我每次都是睡觉的时候睡过社群日欸。不是有说我不知道啊，我其实对 Go 已经都没在看啊，只是上线转个转盘，然后抓个宝可梦，凑七天的时间。早安早安，心雨飞，闹钟响。带个六或八，对不对？好期待一部，到现在没睡。所以是今天是一部的社群日吗？我啊，这样我要不要睡？那我要不要睡？困扰。我一直有个好奇的疑问是，当宝可梦的球丢出去之后，被一个嘴巴比较大的那个宝可梦吃掉，那算是抓到吗？还是没抓到？调闹钟？不是啊，所以我问是不是今天啊？如果调闹钟的话，代表说已经开始。哦，所以是一部会加倍咯，那我明天再抓好了。梅梅又是谁？11点到5点，那、啊、就是等一下啦、啊。哇，11点到5点呢、欸。哦吼吼吼吼吼吼！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第几次顶上开花啦？第二次了哎、欸。我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兴奋了，之前还会一直狂叫大叫，然后就那边该该叫的那边喊说啊岭上开花什么之类的，现在没有了。可能这是如果你喷那个喷塔拿个几百次，应该也会腻了吧。可以教你打日嘛，能杠就杠，能碰就碰啊，就这么简单啊。那时候你还叫我不要乱碰乱杠，会把人家的牌杠大，是不是？结束喽。好啦，这个最后一场喽。你有一个梦想吗？这个是无名吗？还是小月？好了，
无名哦，没错啊。还给我刷广告啊！我就是每次结束后会刷一个广告啊！你不可以凶我哎、欸，这是我的身材器具哎、欸！啊，我要开始刷字幕的抽奖。阿修，嗯，为什么我觉得在诺英台运气比较好？哎、欸、有哎、欸，我那时候也是看你在诺英台运气还不错啊。怎样，在我这边运气就很差是不是？不可以这样说啊！我有时候觉得运气就这样子啊。你看，两次领上，就刚打三叉戟打的要死，打不到。那现在打得到了，所以等一下。等下两小时我要干嘛？诺英今天没有要开台吧？啊，诺英要出门。诺英是啊，对啊，他那边是幸运的樱花，还记得我那时候就叫你们的樱花精灵出来救救我。我那时候在打凋零骷髅头吧。我说我需要樱花的祝福，快点帮我。他晚上今天不是什么七夕情人节的活动吗？如果诺英是你的女朋友，你会怎样？啊，你们会怎样？你们隔壁樱花的，你们会怎样？我觉得西野很好笑啊，半夜喷着不睡觉，还跟诺英说情人那个七夕情人节快乐。说实话，你是不是不该看他？你可以看啊，你可以看啊。反正我就讲了嘛，我都靠自摸的啊，不然怎么办？我跟你讲，今天你们不打给我，我也是胡不到牌，你们也没办法胡牌啊。哇，看来他很有梦想，对吧？那分析之前开台不是说精灵游侠是什么意思？精灵游侠是什么意思哦？欸、靠腰，这次梧桐哎，七，啊啦啦，しょうがないの。リーチニャ。就结束了，综艺局结束了，谢谢各位。也是没玩到啊好啦，说好的周一场了，好啦，感谢各位啦。这个我等一下想一下怎么讲好了，我等一下这段时间来剪片。哎、欸、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啦。是不是不想跟我玩？没有，谢谢你让我飞了你啊。谁叫刚刚男男刚打的时候有个人在呛我说不要被飞哦，对不对，阿北？啊，谢谢无名啦，谢谢。还有刚刚谁 ？Y Y 什么？跟月月死了，感谢啦，就这样咯，感谢各位，大家拜拜啦。诺英发了一张图，他在说你自肥，对啊，我在自肥啊。哎、欸，你不觉得？哎、欸，
我那张图其实很有意境，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到旁边那个太空狼人杀的萝卜？而且你们那张图，你们要点开那个由旧到新，那个才能看到萝卜打字。萝卜就说放开那个手上那個，什么把那个手上的废物赶走还是什么的吧？就那个是萝卜的位置，然后那个繁星娃娃抢了他的位置，这样。是有故事的好吗？好啦，那这边等一下帮个忙，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新的成员要出道，就是这一位。那我本来是想说尽量开到12点，因为他12点出配信，他其实半夜是有在陪他测试他的那个他的 OBS 那些东西，所以就是测试差不多了啊，我会的，我应该说什么？我会的，我能帮的就弄完了，但是其余就交给他的同人们。那我就去剪片，然后剪完片就到刚刚开台，对啊，冰恋啊，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啦。那我们晚上不会开了啦，因为我不知道开什么了。就明天下午啊，明天下午三点是那个。运动会嘛，记得来看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明天下午三点，我本来想说，如果跟菜渣不同队的话，我们至少两边的视角。结果我跟他同一队，好吧，也没有办法了。好啦，就这样咯，各位拜拜。然后这时候去找诺音的片尾曲。噔噔噔，我们来打打看。三叉戟打完了。你们看今天飞人然后领上会不会再打到一把咧？好啦，如果这一 round 再打到一把，我们再开一局如何？可是看来好像没有拿三叉戟的耶，不好意思咯。落地的才算哦，在空中射我的不算哦。好了，关台咯，感谢各位，去剪片咯。不对，我还可以多撑个两，不是两分钟啦，十分钟，因为我要把附魔弄赢了。啦，弄附魔了。哦，想说怎么飞不起来？我就来骗拜拜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来骗拜拜了。好了，骗拜拜的哦，我是来骗拜拜的，哇哈哈哈哈！你又骗你又骗你又骗！等一下哦，我想一下哦，要六本书，三本修补，六本耐久。哦，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三本耐久，六本、啊、不是，我放在里面的绿宝石就被谁 A 走了啊，气死啊！哦，有人偷拿哦，原本没那么少哦，那个人不是我哦，因为我原本换了好几组砖丢在这里面，可是不见了。说谎的人吞一坑针，我不是说谎，我只是发现说我还有事情可以做。你们是不想看我的台了，是不是觉得腻了？然后想到一首歌。青花说啊，把这关掉，不然我美妙的声音没有了。经验修补一个、两个、三个，然后耐久的要六个。到底是谁在那边偷我的图？耐久。
哎、欸，我刚刚关闭 GM 干嘛？唱歌哦，不可能。为什么昨天没参加巧克团？有原因吗？啊，就不参加，怎么了吗？而且我不参加的原因，好像大家都知道、欸，哎，就是你不知道吗？你想爬个段位，你是要爬什么？日麻吗？大家记得哦，段19能杠就杠，能碰就碰哦，你才有办法多一个E叫零上开花哦。我是四杠子哦，手痛，对啊，那你明明知道，奇怪。你看到很，其实我玩这个很长时间，我是很少压住 W 的。应该说，我只要按一颗键按太久，我的手腕就会痛。很快确好了，加油欸！好了，修完了，弄好了。我的兔兔翅膀到底是在谁那里？有时候真的不是讨厌跟那种不开台但是在玩的人玩，而是找不到人啊。好了，弄完了，该关台咯。我发现啊，这边啊，我可以这样子玩，就是哦，那时候开台讲，就是多东荡西荡啊，啊靠，快点，就扭来扭去，最后扭到里面去。可是这样子，如果没过的话，会被说啊，再玩啊，再玩啊，再玩啊，爱线啊，什么之类的。这次是真的，真的啦，要休息。对啊，哦，我昨天在菜渣在介绍地图的时候，我一个很屌操作的是滑过去，然后再滑回来。对啊，不是这样子，这是真的吗？对啊，在线啊，那边的。对啊。我在想会不会是优奈他们啊？如果其中的翅膀被命名成会飞的豆皮，我会哭哦。想下班了，你在上班哦？喂，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上去之后又滑回去，又从这个洞回去，这样。哎，好吧，这样子。没有骗你们啊，我先把我该拿的东西拿一拿嘛，我的烤猪肉也没了，然后地狱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挂，因为你说地狱会挂的只有我，我要的话至少还有其他人会帮忙挂。
我是说管管管管怎么了？他们想下班，因为他们为我替我着想啊。这些肉，又洗我辛苦，也不是辛苦啊，挂来的。喂，好啦，休息了。啪，第二次早安 ，Hello， 晚安，然后要休息了。问一下，有点强迫症，想要吃完这颗肉。是啊。嗯 ？OK， 可以了。我等转圈圈吧，什么转圈圈？好了，吃满了，然后鱼缓一缓，那个先放生鱼。好了，就这样啊！感谢各位今天上午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怎么后夜妹叫声？想进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明天运动会见喽！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啊！然后这时候讲说等我一下，你们会不会杀了我？真的啊，真的要关了，真的要关了，真的要关了。今天啊，这次是真的啦。喂喂，吓死我了。啊，大家拜拜。白痴，我本来要播他的。我是本来播他的 BGM 的，结果忘记他昨天绕赛说那个什么，他昨天绕赛那个最后 BGM 没有播到，笑死！我看一下哦，好，这边爱学金学人金，白痴还是这个版本的哦，哎靠哭啊，这样子有没有超贱的？啊！不闹了！好啦，大家晚安喽，拜拜。那是我版权攻击。阿静，你跟优奈有没有拿到我的翅膀啊？因为那时候在找我的翅膀找不到，我的翘翅啊，不是有个兔兔翅膀吧？我不知道，因为这两天都有人陆续上来在那边练习。然后我找不到我的，你看找不到我的，不是要关了，要了，真的，我这次回来是真的要关了。好，大家拜拜，关了。